三阶生长期的妖兽，这老东西，你要不试试看，以你的速度能不能逃出去。谭云，饶了我吧，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只要你饶了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大头，先断了一条腿。谭云，饶了我吧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就告诉你幕后主使是谁，求求你了。不急，老子有的是时间陪你玩，既然你求我，就该有求人的姿态，给老子跪下。好，我跪。救命啊，他也要杀我。去死！老东西，当初若不是老子身上有宝符，真就被你杀了。老子受的伤，今日让你万倍偿还。别杀我，我告诉你幕后主使。用不着，待会儿老子亲自问。谁让你杀我的？是龙武。当初你是如何得知我在678号中品芥子时空宝塔？当时看守兽群殿的执事刘大海告诉我的。他的仙山在哪儿？南方4000里外的455号仙山。刘大海，好。很好。执事大人，三长老有急事找你。好，本执事这就去。哼，深更半夜，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？刘大海，我不穿成这样，怎么来杀你？你是谭云？大头，以最快的速度杀了里面的人。
在。那老子就等你回来。卢武去哪儿了？三日前，十二长老去了仙门。